来去参加战斗力了，他还是我那个1516那个号又收回来了。我当时送他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号你随便玩，愿意怎么玩怎么玩，但他不要改我名字，他把名字给我改了。要不是今天跟我说话我还不知道，今天跟我说话我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名字给没了。我说你这，唉，然后我来他不行了，我来他不行，唉，先去了。后来我说我那就算了，你名字改了就肯定就没法玩了。我说哪个涨单就涨得快，这个涨了30万，我的妈，涨30万在哪里？我看到的30万声望，30万声望，脏死了大家，哎，大家脏死了大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看这号，他肯定是充钱了，不然的话，那个人发帖他不可能开通你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哎，其实我都不愿意玩的，这家伙强行把我召回，大家知道吧？强行让我回归德玛大陆，德玛西亚。从这东西又得充6次吧，点错了，点成32把了呗，跟我干懵了，怎么个32把？你说你这怎么这玩意儿有点过分，啊，这边有点过分，啊，来个3000，1600，我丢！哎我的妈呀，这家伙整的我真的是想哭一下啊，想哭。好了啊，我们来升级了，升级了，这样这家伙整的我真的是醉了，好好考的这家伙整的我这才这么帅嘞，这就是帅超脱了。女人的上一飞同他一得飞，应该找不了多少战斗力啊，看到没有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，我发现这战斗力，你看是吧，兄弟们？没啥太大反应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战斗力涨得遍布明显，涨了那么一丢丢，涨了一丢丢啊，涨了一丢丢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涨？哦，通灵，对，刚才涨了2下通灵，对不对？通灵还可以再涨2下，确实是不怎么样，涨了，涨得很微乎其微啊，很微乎其微。招募两个，招募两个，不是太管用嘛，是吧？说实话，不是太管用。然后有人说幸运夺宝，幸运夺宝的话能整吗？看蓝色的能吗？自来也，自来也贵，所以说选自来也。哈自来也贵呀，所以说得选自来也。哦，这是啥玩意儿？不知道我好长时间不玩了，在说不玩了，不知道里面东西咋玩的，怎么？这挺矛盾。然后，哎，没有幸运夺宝了。我丢！真的呀，兄弟们，没有幸运夺宝，我丢！假的吧，哥哥，幸运夺宝没了，我丢！你个老丢！